好人。替我呀，我还怎么活呀？你个孙子王八蛋，杀猪！哎哎呦喂！你骂谁呢？老太太，您打我干嘛？我没骂您呢。骂我搭了孙儿都不成。您有孙子吗？您连孩子都没有。你敢说我是绝户？你我呸！不是我，哎呦我这你来了！我哎呦，你个小死丫头子，你敢跟我来这一套？你啊，你结婚的那晚儿，老太太就是这个院的祖宗。孙子，我孙子呢？这儿呢。刚才啊，他姨大妈跟我说了几句，也没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想这么单着了，想娶秦怀如给我当媳妇儿。嗯，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想好了，春节就把这事儿给我办了。得嘞，听您的。这院里啊，你们谁家要是不想过年，就反对这门亲事。我老太太80多了，我是这个院的老祖宗，不愁棺材板儿。傻猪就这点水平，仗着一不懂事的龙老太太为非作歹，可真是。哎，你们俩干什么呢？没干嘛。不懂规矩是吧？在这院里，只要我老太太在场，就不许交头接耳，懂吗？你怎么不讲道理呢？你呀，比你姐姐差远了。回去歇着吧啊！行了，大伙儿散了吧。